在佛陀的教诲，我们时时都归佛、归法、归身。所以在法句经说到，若人归佛、归法、归身，由于正智慧，了悟四圣谛，苦因圣谛，苦灭苦因苦圣谛，苦因圣谛，苦灭圣谛，去向灭苦之道圣谛，此归才是安稳，此归无上，如是归者，解脱一切苦。换句话说，归法佛法身，我们将有一个因缘能够达到一切苦的止息，但是要达到这一切苦的止息，你并不能够依靠任何人，你必须亲身的精进的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奋斗修习的道地或者说八正道分你才能够证得正确的智慧或者说就是指道智才能够让我们让一个人了悟或者说证悟四圣谛证悟四圣谛之后一个人才能够根除烦恼达到苦的止息所以 只要烦恼还没有被根除一个人将不能够远离一切苦所以我们是非常幸福因有这个因缘皈依佛法身所以我们应该珍惜这个善缘但是如果一个人不正确了解皈依的意义那么他很可能还是停在追求外在的力量的保佑给他一切平安在许多信仰中很多时候人带着一种求的心态求平安求受到保佑没有危险等等但是在佛陀教诲如果你要真正脱离远离一切危险生活平安幸福快乐得到保佑证得真实的皈依那么你必须亲身的努力依照佛陀所指出的一个方法你才能够真正达到最上最安稳的皈依所以在清净道论又举出种种的譬喻从这些譬喻我们将能够了解在佛法的教导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向外求向外祈求平安所以即使一个人还没有正确了解佛的教导他还是 有那种向外求的心态求三宝的保佑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实际的精进的去行善他并不能够真正得到
最最上的保佑，哦，最安稳的保佑，或者说皈依，哦，啊，这个字皈依，啊，啊，在巴利文就是指萨拉那，哦，萨拉那，哦，萨拉那这个字含有，的意义，哦，含有啊受到保佑，啊受到庇护等等，啊，但是在啊，哦，佛陀教诲中，我们是。我们是各自的皈依，哦，我们并不能够，哦啊，向外，哦啊，求皈依，哦啊，所以在清净道论，哦，比如说他说，啊，苦地，哦，苦地如，啊，重担，哦，重担、哦，正如我们在肩膀上一个重担，哦，如果你感觉到非常辛苦，哦，你承担不住，那么你将如何做呢？你将会把它放下，哦哦，所以他说苦地，哦，如重担，哦，苦因深地、哦，如负重担、哦，你肩膀，把这重担放在肩膀上，哦，灭地 如放下这个重担，哦，灭地，哦，所以你能够把这个重担放下，你就，感觉到非常轻松，松了一口气，哦，你会感觉到很舒服，哦，所以，道地，哦，或者说去向灭苦，知道生地，哦，如，放下，这个重担的方法，哦，放下这个重担的方法，哦，所以当你懂得把这个重担放下的方法，你实际的去做，最后你就能够把这个重担放下，哦，那么你才能够过做幸福的生活，嗯，或者说，哦，另外一个比喻，这苦地，哦，苦生地，正如病，哦，嗯，所以当病是苦，哦，病是苦、哦，痛是苦等等，哦，苦因生地，正如病之因，哦，病生起的原因，哦，所以如果你想要病痊愈，你必须医生，哦，医生必须知道病生起的原因，哦，同样的佛陀了知，病生起的原因，或者说苦之根源，哦，所以我们说，佛陀是世上最伟大的医师，因为他指出在我们心，指出我们心之病，哦，在心病，哦，因为他有种种原因，哦，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指贪爱，哦，执着，哦，所以如果，所以如果一个人要假设说他希望他的病能够痊愈，那么他必须知道病，哦，升起的原因，哦，所以同样的，哦，苦灭生地，哦，如病的痊愈，哦，病的痊愈，那么去向灭苦之道圣地，哦，简称为道地，就是药，哦，所以佛陀说明了这个药方，哦，所以这个药方，相信大家都知道，哦，就是八正道分，哦，所以如果你生病，哦，你想要康复，那么你必须亲身去服药，哦，医生给你药，你必须亲身服用这些药，病才能够痊愈，同样的，我们心病了，很痛苦，如种种的情绪，悲伤、忧愁，乃至我们忧郁，得了忧郁症等等，所以如果你要你的病痊愈，
这个病就是指在心的病，在心之病，能够升起的原因，就是种种的烦恼，在《清净道论》就指出十种烦恼，烦恼，这就是贪，嗔，愚痴，我慢，然后邪见，邪见，疑，对三宝的疑，对修行的方法的疑，如一个修行方法能够让一个真正的离苦得乐的疑，调举调回，昏沉，然后无惭无愧，这些都是在佛法我们称为烦恼，巴利文称为吉利沙，因有这些烦恼才导致苦的升起，因有烦恼，一个人很可能会造恶业，所以这恶业最终有他的业报，这些业报就是苦，并不是快乐的，所以只要我们有烦恼我们就有苦，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再有苦，那么必须根除这些烦恼，所以佛陀为我们指出一个治疗心之病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佛陀教诲是心法，是心法，并不是为了要克服或者说治疗身之病，或是身体所身体上的病，身体上的病苦，所以我们必须正确了解佛法是心法，它是针对我们的心，不是针对色身，所以在佛陀教诲并没有教导任何法，并没有教导任何法以便我们能够克服或是克服色身上的病痛等等，但是佛陀所教导的是为了让我们克服或是治疗心之痛苦或是心之病，所以道地真如药，所以在这边道地就是指八正道分的休息，当然在培育正念，当你休息毗婆舍那禅，其实你是在你是在休息道地，你是在休息八正道分，所以如果一个人想要他病痊愈，医生给了他药，他并不只是诵念或是阅读在药品上的说明，如药的成分服用的方法，所以如果你只是一直在看着阅读药品上的说明药的成分服用方法等等，如果你没有真实的去服用的药，你的病会痊愈吗？并不会痊愈，同样的，如果你一直在诵念，尤其是在一些佛教国家的风俗，他们喜欢诵念护卫经，种种护卫经，如慈心经宝经吉祥经等等，所以他们希望通过不断的诵念这一些护卫经，他们会得到保佑，远离一切危险，所以他们诵念护卫经的目的，就是为了生活上的平安，没有危险等等，或是祈求得到种种福报，如孩子的平安等等，但是
如果一个人只是诵念，只是诵念，但是如果他还是不在在造恶，不行善，他也不会真正得到真实的保佑，真实的庇护。其实护卫经也是佛陀的教诲，佛陀的教导，所以我们诵念之后，我们必须牢记在心，然后我们才能够把它应用在生活上。所以佛的教导教诲是我们的生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并不是远离我们的生活。因为在我们的生活，我们在生活，其实我们不断的在造业，一切的动作一言一语起心动念，只要一个动机，我们可说是我们在造业。所以身口意总共有这三业，身业口业意业等这三业。所以我们身业就是 以其他人众生的互动一言一语起心动念我们都会在造业。所以如果一个人如果一个人在一言一语一举一动起心动念，如果他的动机受到烦恼的污染如贪嗔痴无惭无愧等等，那么他所做的业并不会是善业只要有烦恼如贪嗔痴无惭无愧一个人所做的业不可能是善业所以当他造恶一定有他的业报这业报很可能依照他业的轻重可能在今生就会有他的业报或是未来或是重的业只要他重的业比如说杀父杀母只要他在不断在轮回中会时时都会有这个恶业的业报所以我们其实诵念经的目的是要正确了解佛的教诲，然后把它然后实际的应用在生活上但是今天我想强调的是四圣谛也是属于真实法或者说究竟谛在巴利文称为巴拉玛塔萨迦所以这个巴拉玛塔萨迦就是指究竟谛有时也可以说是真实法萨迦就是可以说是真理那么佛陀有教导概念法有时我们在巴利文称为萨穆蒂萨迦有时翻译为四熟地四熟地所以这是两项真理一个是属于世俗的真理一个是超越俗世也是我们说是属于处世间的真理也就是究竟谛或者说真实法所以上次又说到当我们在修行毗婆舍那禅在培正念的当中我们是以四圣谛的教导作为基础在修习毗婆舍那禅因为当我们在修习毗婆舍那禅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在体验比如说苦圣地或者说当有烦恼的升起，我们是在如实的体验苦因圣地所以它是真实法一个真实的体验并不是一种幻想所以真实法或是究竟地，我们可以说是无相无相但是如果是世俗地我们可以说是有相所以一个是无相，一个是有相相就是说我们依照一个物体的外观它的形状给予它一个名称所以这是相或者是概念法所以在概念法世俗地佛陀说以所谓的一个人众生你和我这是依照世俗的真理我们说在世俗的真理我们说这个人是存在的他并不是他这个人并没有说打妄语同样的在究竟地里如果一个人根据究竟地说其实没有人众生我你真实存在的究竟存在的只是名和色所以他也没有在打妄语因为他是以究竟地的角度所以根据究竟法这也是真理他并没有打妄语但是佛陀教导这两项真理因为无始以来众生都是活在这个概念法如果佛陀没有教导这两项真理众生就不可能证悟这真理达到苦的仔细假设说佛陀只是教导究竟地或者说真实法佛陀说所以在真实法佛陀说只有名色或者说在论章里这究竟地巴拉玛塔萨迦就是指心心所色和涅槃但是涅槃并不是在修习毗婆舍那禅的一个现象涅槃并不是一个现象所以在究竟地里佛陀说有心心所色的存在假设一个人没有他不知道有所谓的世俗地他以为只有究竟地的存在名和色那么假设说他知道色就是指四大种地水火风如果一个人没有正确了解这些真理究竟地世俗地那么一个人只知道有究竟地那么他认为没有人众生我你的存在那么假设说一个邪念升起如称所以称他想要如果称念很强他想要谋杀一个众生那么很可能他说我所杀害的我所切断的只是四大并没有因为他说他误解为人是由四大组成人并不存在他所斩杀的只是四大所以他就
那到了这个杀生界哦，他最后也必须面对啊这个业报哦，或者说他升起贪念，那么他去偷哦，因为他认为在究竟地里啊，没有所谓的人众生我你哦，那么他说没有所谓我的财富啊，这个财富属于你的啊，那么他所偷的，他认为并没有所谓一个人属于一个人的财富哦，属于你我的财富哦，那么他去偷啊，他并不会认为说有所谓的犯戒哦，因为没有所谓的人众生我你的存在哦，但是如果一个人正确了解到哦世俗地哦，那么他认为啊，他知道有所谓的一个人众生我你哦，属于你的属于你的亲属哦，属于你的家人等等哦，那么如果佛陀只是教导世俗地，而没有教导究竟地，那么众生很可能会只取一个人众生我你乃至灵魂的存在他也会认为这是永恒的，所以因他只取认为这是永恒的邪见塞就会升起那么因有这个邪见，他也不能够达到苦的止息达到轮回的止息所以佛陀教导世俗地主要的是在讲解如果一个人造业就必须面对他的业报但是佛陀也没有说有一个永恒的人这一点将在下次开始解释所以佛陀教导世俗地也教导究竟地，然后当一个人正确了解到轮回是苦，那么他必须静静的修行依照佛陀所教导的方法静静的修习佛陀所教的方法最后了悟究竟地，他才能够达到轮回的止息一切苦的止息所以当我们在修习毗婆舍那禅最终的目的，我们是要证悟四圣谛，或者说真实法所以真实法是无相但是概念法我们可以说是有相所以如果一个人只是执着于这概念法他只是看到相很可能他不能够正确了解心或是心事因为心事是无相所以他不容易察觉到这个心事所以他反而有时因为邪见会认为一个我在听在看或是我的耳朵听到，是我的眼睛看到等等但是其实是什么才能够看到，是什么才能够听到是什么才能够闻到或尝到等等，是什么才能够听在看，就是一个心思所以当声音也耳朵接触就一个心思升起觉知或是遇到这个声音这个心思我们就称为听思或是耳字所以在真正能够有觉知真正能够觉知到这个声音是我们的心所以心是我们可以说是不像是其他的
其他的概念法哦，有一个相哦，但是心我们可以说是好像可以说是 无相哦，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正确了解哦这一点哦，他会很可能会有邪见升起哦，比如说耳朵听到哦，或是他沉溺在某种享受，他认为说是我的身体要哦，是有我身体要这种感受等等哦，所以当我们在修习毗婆舍那禅，我们是要正确了解这些真实法哦，所以真实法是没有形状，没有形象哦，在英文我们说没有那个 form 哦，没有那个 shape 哦，所以当你在修习毗婆舍那禅的时候，当你提起正念观察任何现象哦，你必须不断的提升正念，最后你才能够透视到真实法哦，所以在开始练习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够就立刻能够透视到真实法哦，比如说那么说色哦，色是真实法哦，以风大作为例子哦，所以当你在正念观察腹部的脏器收缩哦，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腹部在移动哦，你觉知到腹部的形状哦，大小哦，或是最普一个普通的经验哦，修行者会感觉到腹部胀起胀到正如气球，一粒气球哦，同样的以气球来举个例子哦，比如说你一粒气球哦，充满风哦，如果你去挤压，那么它形状就会产生变化哦，挤它、压它、拉它，变它很长哦。那么你有真正的看到它的无常吗？如果你认为它的形状一直在变化，你去挤压它哦，那么它形状会变大、变小，或者你把它拉长，那么你看到这些变化你是真正的看到无常吗？哦，你有真正看到它的无常吗？其实，我们还没有真正看到的无常。如果你只是看到它的形状的变化，哦，形状就是一个相，哦，但是我们所体验到的风有没有形状？有没有形状？所以在真实法，如果我们要透视到风大，我们必须透到它的自性，我们才是真正的透视到真实法哦。所以有些修行者哦，一直停在一个经验，就是一直去注意这移动的形状哦，长短大小等等哦，但是我们要透视到的真实法是无相的哦，真实法是无相哦，所以要能够透视到无相，你的正念必须非常专注准确哦。比如说当你在观察腹部的脏器收缩哦，开始很可能你会意识到腹部的形状哦，如气球那么当你的正念越来越专注，很可能你对移动的体验越来越深刻哦，你反而不会去注意到那个形状哦。同样的，当我们在观察脚步的移动哦，在进行的时候哦，提、推、放等等哦，在开始你意识到哦脚跟的提起哦，抬起脚尖哦，脚板往前移动哦，放下等等哦，但是当正念越来越专注，很可能
你开始感觉到移动越来越明显，脚板的形状越来越模糊，最后你只是体验到有移动，完全不能够感觉到有脚板的存在，同样的，当你在正念观察腹部的脏器收缩，当正念很专注准确，完全投入在移动的过程，修行者很可能会感受到腹部在动，他所体验的只有移动或是动作，所以当时他不会感受到有一个腹部的存在，他完全不能够意识到有腹部的形状或是那个腹部的像，当正念更加专注准确，他修行者有时只是体验到移动和一个观察之心，整个色身色相完全消失，所以修行者只是体验到有移动和一个观察之心，所以当修行者觉知到只是有移动，那么他透视到风大的自信，风大的自信就是移动动作支持震动，当修行者透视到风大的自信，那么他才真正的透视到真实法，当正念更加专注准确，那么他就会透视到这个移动也不是永恒的，它是非常迅速的生灭，一个移动接一个移动，在走禅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他观察推放，他只是觉知到一个移动接着一个移动，一个动作接着一个动作，当正念在非常专注准确，同样的修行者会觉知到比如说热，他不会他当他觉得知道热，他只是当时只有一个热的体验，他并不会觉得是背部热或是整个色身热，但是他只是体验只有热，当比如说他体验硬只有硬，然后他不会知道说在哪个部位在哪个身体的哪个部位有硬等等，当他正念观察痛，他只是知道痛他不会觉知到说在身体哪个部分哪个部位有痛有麻痹等等，所以当修行者只知道硬只是有硬他没有意识到身体的部位乃至身体的形状，那么他才真正透视到地大的自信硬只是硬或是软只是软痛只是痛要能够透视到真实法正念必须非常专注准确 和投入，所以修行者并不可能去制造一个经验如果换句话说，如果正念还不够专注准确投入修行者并不会体验到这个真实法他一直会感受到身体在热身体某一个部位非常硬脚在移动或是整只腿在移动身体随着脚的移动而移动等等所以修行者必须不断的努力保持正念持续，那么当正念越来越专注准确他才能够透视到首先一个现象的自信就修行者透视到一个现象的自信，接下来他才真正能够看到才能够真正看到
哦，这个现象的啊生灭啊，或是啊苦啊，或是啊无我哦。换句话说，当修行者啊透视到三法印哦，无常、苦、无我，当时相已经消失哦。所以，如果修行者还看到相的变化，其实啊，他还没有真正的看到无常哦。啊，有时我们在教导的时候啊，虽然我们说啊，腹部哦，一直在变化哦。啊，我们说是无常哈，但是如果你还没有透视到自性，啊，还没有透到丰大的自性，你还是还没有真正啊透视到那个无常哦，因为你所看到的只是相的变化，嗯，所以在修习毗婆舍那禅啊，所以首先修行者必须透视到。身心现象的自性，最后才能够啊，最后才能够真正透视到他们的共同性质，哦，也就是无常、苦跟无我。所以在修习毗婆舍那禅的时候，我们最终目的是要证悟四圣谛，哦，所以四圣谛是真实法，哦，所以同样的，你在修习毗婆舍那禅的时候。只有你能够证悟啊真实法，你才能够真正的体验到啊四圣谛哈。所以我们说哦，生哦是苦哦，老是苦啊，死是苦哦，愁哦悲哦，然后苦哦，这边苦就是指身之苦哦，忧就是指心或是意的苦，恼哦，厌憎会爱别离。哦，求不得苦哦，这是啊，我们时时在生活上哦所体验到苦哦，所以我们说，最后佛陀说，无取印哦是苦哦，所以我们在修习毗婆舍那禅，我们是要啊透视到哦无印哦是苦哦，所以无印是苦，因为凡夫啊只取。这无印哦，为一个人一个众生哦，所以只要凡夫还没有正确了解哦无印的真实本质，那么邪见啊，才会升起哦。邪见啊，就是指认为有一个永恒的人啊，众生哦，我你哦啊，灵魂的存在哦，这个邪见能够升起，是因为无明或者说愚痴啊，换句话说，是对五蕴的无明啊，对名和色的无明啊，因为我们以为这五蕴或是名和色啊是永恒的啊，或是我的等等啊，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实际的体验或是亲身体验到啊，这五蕴啊并不是永恒的啊，它是啊一瞬间见瞬间的生灭，那么它才能够啊去除这个邪见啊，认为一个人我啊众生啊灵魂的存在啊。所以当修行者啊在正念观察啊腹部的脏器收缩啊，痛和僵硬、麻痹啊，或是在静心的时候正念观察提推放哦，乃至在生活场里观察你的动作啊，伸出哦，举手啊，弯曲哦，起身哦，坐下来等等啊，其实当我们在休息毗婆舍那禅的时候，有时我们很多时间是在体验风大哦，在静坐的时候，当你在正念观察啊，腹部的脏器收缩哦，在静心的时候，你正念观察提推放哦，或是在静心的开始，你只是观察左右，这都是移动哦，移动就是风大哦，风大就是移动或是动作哦啊，但是
所以我们最终是要透视到这移动的真实本质。在生活禅里有更多的动作或是移动，如果你能够保持持续的正念，一直在观察这些移动动作，你将会透视到移动的真实本质。首先透视到移动的移动的真实本质，或者说风大的自信，只是移动，并没有比如说手臂的形状，只是体验到有移动。所以当你体验到只有移动，同时只有一个观察之心，当时你并不会认为有一个我或是人，只有这两个过程，一个是被观察到的现象，一个是在做观察的心。所以在经典的评论注释，当修行者体验到身心现象的自信，比如说四大的自信，和当下只有一个观察之心，那么这个邪见认为一个我人众生，当下就被这个经验去除或者是取代，但是当你停止练习，很可能有个我自我的观念又会再升起，只有当修行者不断的努力真的处世间道智，也就是指第一层次道智虚团团的道智，这个邪见才完全断除或者说被根除。所以在修习毗婆舍那禅的时候，我们是要透视到真实法，如果你一直停在概念法，一直去观察像一个现象的形状等等，你就将不能够透视到真实法，所以要透视到这真实法，正念必须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正念必须越来越专注准确，所以当我们在练习当中，我们是在皮正念并不是在练习标明或是标记所以当你在做观察的时候，你必须你很真实的你的正念是确实的在观察一个现象有时修行者在观察，尤其是苦受如痛他标记痛但是他可以说大部分的注意力或是正念是在标记上，并没有真实很确实的去体验痛的过程所以当他这样的在做观察，自然正念不会进步所以我们必须我们是在培育正念所以当你在标记的当中，你必须很肯定的很真实的换句话说，你的正念确实很真实的是在观察在体验当下你所标记的现象然后那个重点是修行者觉知到一个现象的升起才能够标记所以并不是标记之后才去寻找现象有些修行者在观察坐处的当中，他先标记处，然后才去体验一个触觉其实是应该体验处觉知处才标记处同样的有时修行者为了做标记而刻意还是不刻意的做出一些控制尤其是在进行或是生活禅有些修行者体验到一个动机升起，比如说当要提起脚跟之前，他警觉到一个动机
但是他没有，但是当他察觉到动机，脚跟就好，很自动、很自然提起。但是他为了要做一个标啊动机，他阻止或者停止那个脚跟的提起，标记动机，然后才把脚跟提。所以他这样的练习也并不是一个很正确练习换句话说当修行者觉知到动机也是一个心法它也是非常迅速的升起然后消失有时修行者还没有做标还没有标记动机那个动作已经开始了他就应该正念观察那个动作他觉知到一个动机但是他还没有做标记动作已经开始他就应该观察动作他并不应该做出控制阻止那个动作升起那么他标记动机然后才做那个动作所以我们必须不尽可能我们必须正确的说我们在休息毗婆舍那禅的当中不做任何功事因为我们要正确了解了悟的这一切法法就是名和色身心现象都是真实法真实法就是它只是一个自然过程它升起就消失并不是你能够去控制它的升起控制它的消失所以它超出我们的控制所以在正念观察当中当我们并不可能真正的去抓取一个真实法其实每个真实法都有生灭的性质你根本不能够把它抓住但是如果修行者还没有正确了解所谓真实法有时他紧紧的抓住一个现象其实在真实法里每个现象都是非常迅速生灭所以当你在观察心法比如说心法杂念妄念影像等等其实当正念升起的时候其实那个杂念妄念或是影像已经消失这是在经典说到一心不能二用所以当有个杂念升起或是影像升起当时是没有正念但是当正念升起其实杂念或是那个影像已经消失但是心的速度是非常迅速有时往往给我们一个错觉我们心同时可以意识或是觉知到两三个现象四五个现象或是做几项工作等等所以有时修行者以为在观察心法的时候他为了做能够观察到那个心法如一个杂念或是影像所以他抓住那个影像以便他能够观察标记看看或是想想等等其实当他这样抓住那么那个影像就停在那边所以有时修行者不小心去抓住这个像这个影像这个杂念自然他以为当时有一个观察之心跟这个杂念同时存在其实他的过程是一前一后一生一灭但是如果正念还不够专注准确有时并不容易体验到说这些心法都是迅速的生灭但是我们强调的说我们并不需要把紧紧的抓住一个现象我们是要透视到说一切身心现象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你所需要培育的是正念当正念专注准确定力相当深你会正确了解体验到一切身心现象只是个自然过程它升起之后就消失
一个现象升起之后就消失，所以当我们在休息毗婆舍那禅，我们要透证悟这四圣谛，要能够证悟四圣谛，你必须借着这亲身体验、直接的经验而透视，而正确了解这些真实法，最后你才能够根除烦恼，证悟四圣谛，所以四圣谛，你想要正确了解四圣谛，那么你必须亲身的努力，不断的奋斗，所以我们时常说归佛归法归身，我们如果能够借着借由道智证悟，体证道智证悟四圣谛，这四圣谛我们才能够真正达到最安稳的皈依，最上的皈依，得到此皈依的人才能够真正的达到苦的止息，达到轮回止息，所以希望所有的学员都能够付出精进，勇猛的精进，保持正念持续，然后得到深度定，最后你才能够透视到真实法，断除烦恼，达到苦的止息。萨度萨度萨度。